把西瓜做成西瓜果冻，这是哪个网红想出来的？会更好吃吗？好端端西瓜直接吃不香吗？妈，你是不是又用水果刀切的菜啊？怎么又有蒜味啊？按照网上的做法呢，首先需要把果肉挖出来榨汁，然后再过滤，之后呢放锅里煮，煮西瓜汁。还要加糖，比我还黑暗。怎么还多了呀？最后我们封上保鲜膜，冷藏一下就行。Day two。为什么我这个果冻会掉啊？哇，成功吧？愿西瓜果冻没有蒜味，阿门。那直接试一下吧。我能说好难吃吗？虽然说闻上去有一股西瓜的味道，但这个西瓜汁经过加热然后再变成果冻之后呢，已经完全变味了，就吃上去西瓜不是西瓜，果冻不是果冬。那我有半个黄瓜，建议大家不要去做，啥都不是。